对，一般稳重者掌大局嘛。你也体现在重啊，只有重，小心你也不轻。特别想告诉后面的场工老师，他下去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不要误伤你们。妹妹，哎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下个月还想活得滋润吗？ 妹妹错了，对不起。